只要车子有点油，海哥带你量地球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里就是去往那位竹笋的阿姨家里这条路。今天也算是三顾茅庐了。我记得第一次去阿姨家，这玩意我没有干那个事，我个人。阿姨拒绝的很干脆，她说你要吃饭上饭店去。第二次上阿姨家，刚好她的儿子在家。热情接待我和邝总吃了一餐饭，并相约下次来杀鸡给你吃。那么今天是第三次，我们来了。阿姨，你这手怎么了？摔到了。嗯，对了，再摔一个。儿子回来了吗？我小孩。哎，你好。回来。黄老板。你好。黄老板，还是那么精神。黄老板。你好，邝总好。今天过来是给你们，就是上次看到那个餐桌啊。啊。然后给你们换一套新的餐桌。啊。Hello。这个是你老婆吗？对。嗯，我来帮忙一下，欢迎欢迎啊！放在上面啊。哇塞，好新鲜啊！这个樱桃这么漂亮，应该很贵吧？不贵，其实我都没花钱，就这样。嗯，他想去吃的。是啊，太好吃。真好吃。真好啊，给老婆吃，真的好吃啊！哎，给老婆吃，吃，哎，是樱桃，是樱桃，新鲜水果。我带你们去现场炸只鸡，今天中午，包红。好，走，走，行动。抓鸡之前，我们先把家具卸下来，来，把家具卸下来。中午我们就用这个新桌子吃饭。嗯。哇，这个好重。不是很重，抬得起。你不会怕了？好，你抬好。好 ，OK。好，那你就组装一下吧。好。那中午用新的餐桌吃饭，阿姨。啊、哎呀，放那那么好，你来拿那么多东西、啊。刚好要换一个了哈。啊，好好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邝总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多谢，我们一起炸鸡去。这条路真不好走啊，太陡峭了，又很滑。来几次都没有见到你啊！哎哎哎哎，你那么好，双足都能量吃的哈。哎，我们今天要去抓你的鸡耶。好，过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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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是你吧？好，踩踩 CP。好，这里面就是你的养鸡场啊。对，小小的养鸡场。我发现他们这里哈，因为是山沟里面的人家。所以养鸡啊，都是自己画地为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邝总又要展示他抓鸡的绝技了。来，邝总，到你表演了。一个多月都没有抓鸡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生疏、生锈了。哇塞，这里还有瀑布哎，好漂亮哎！我的右边是瀑布，左边是悬崖，这里是一个山沟里面了。害羞了，糊了半天，只有一只鸡在吃米。方大哥，哎，那几只鸡该上山了，怎么办？跑过去吧，追呗。方总，是他去追还是你追？一起去呗，我带路呗。好，那你们两个上去，我怕摔跤，注意安全。好的。这种独木桥，大家见过没有？小时候经常走这种独木桥，这个路抓只鸡下来，这个鞋应该基本就废了。
山高林密，只听到鸡的叫声，却不见鸡的踪影。这种地方养的鸡简直可以比作是土鸡中的战斗鸡。这哪里是抓鸡，这简直是大冒险。无奈之下，只有悻悻的下山了。那只有一只啊，来，不要等下给我抓到了。海哥带来很多礼品，还有邝总拿的穿台来我们家，我们非常感谢。我们今天杀了一只鸡，还在田里捞了一头草鱼，看待他们。谢谢你啦，送的那么漂亮啊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好喜欢呐，好高兴呐。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阳春三月，但时至今天啊，已经事隔两个多月了，我们看不到那个锅了，也看不到任何春笋。从陌生人到朋友，我们其实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但是到今天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，很欣慰。胖了两个月，来了第三次，今天终于把这个鸡吃到了。这有钱吗？原汁原味的。来了第三次了，今天是第一次跟叔叔同桌吃饭，是不是？上次两次都没有见面的哈。我们是有缘人啊，叔叔。以前有没有单独的人来这里向您？这里说讨杯水喝啊，或者吃口饭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也以前呢。哎。有。那有没有给过他吃？也有吃过，也没有吃过的。哦，也有给的，也有不给的。那怎么区分呢？他说认不识。啊，不认识。哎。就没得吃。啊，认识就有的吃。跟我们的晋语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是在是在是。蒙古的叔叔实话实说，当他只是一琢磨还是若有所思。身处大山之中的两口子几乎一辈子没有经历过外面的纷纷扰扰，或许在他们的世界里很直白也很简单。哎，你手受伤了？不是，哎、买点营养品，有时间我们再来看你。哎呀，刚才最好买点营养品啊！五张，钱就不要了，送了那多。拿到，不要送那多礼物。啊，人送了刚才微信了，五张，那么好。我们去看望一下那位叔叔，那位单身的叔叔。叔叔好像知道我要跟他握手似的，我把手洗这么干净。叔叔，我们好久没握手了哈。啊，哎呀，握个手可以吧？可
啊，来。哎呀，拿着。又一。哎呀，送。保重。哎呀，一个人很艰苦。很辛苦。又要干活，又要自己做饭，又要洗衣服。趁现在还健壮，多储备一点粮食。多去挣点钱。